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幸运，耶！小幸运，有没有看他头发？头发上面那个发饰，好好认哦。哎，真的有心哎，你的那个，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啊，幸运，幸运是几号？他们上面都有编号。你的编号是几号？哦，23号。来，给我们幸运掌声鼓励。那下一位。是几号？3号。哦，动算啊，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哈。那接下来我欢迎谁来跟大家 say hello 好不好？卡利未来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宗慧。掌声掌声，好清楚哦！我本来想说帮他打字幕哎，不用呢，是我们宗慧对不对？来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他是我们的。82号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同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怡。戴怡，哇，66，哇，好 lucky 的号码。来，戴怡，来，接下来，哎，我们刚还没介绍我们是谁，我们一起讲一次。哎，对，好，一起。1、2、3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ckdown Girls， 我是 Lockdown Girls 的若彤，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，掌声。哎，若彤麦马上递回去了，来了，轮流，若彤先，来，哎，若彤来当高雄，觉得怎么样？我看到很多人，我觉得超热情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南部小孩，真的，所以我看到高雄热情的朋友，特别觉得超开心。南部人，所以吃水煮粽的，对不对？粽子是吃水煮的，永春，哎，你永春哦，永春，那就中部以北就对了啦，偏北一点点，中南部，哦，偏中南部，哎，好啦，很可爱啦哈，哎，觉得我们高雄的印象就是热情，对不对？热情，哎，人家说到热情，你们热情在哪里？热情，有很热情，你觉得这样热情够吗？再一次，高雄的朋友是不是很热情？就有 Q 到了，有呼应到，哎，别弄起南博人哈，来加油一下，支援一下哈，啊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同学，再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，Hello， 他是谁？好害羞，哈，大声一点，啊，对，哎，他们的声音突然亮，那个嗲起来了，害我吓一大跳，你们可以再呼唤他一次吗？什么？对嘛，阳刚一点嘛，大哥们。他叫什么？哦，你就对了啦，哈，戴怡，哎，戴怡这次的端午佳节，哇，就叫牺牲假期了哈。不会，我觉得很难得，因为我们平常我啦，我个人比较少来到中南部哦，对，所以我也非常开心可以在假期的期间，然后来到这边跟高雄的粉丝见面，真的，而且我真的有吓到，有吓到哦，就除了这么多人这么热情之外，我们在来的。来到这边的路上就听说台北下暴雨，所以所有热情都聚集在这里了。哇，谢谢你们把好天气都带到我们高雄来了哈，是不是？给我们掌声鼓励，掌声。你看人来了，我们这些女神也把好天气都带来了哈，来掌声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下位是我们谁？好，请他跟大家 say hello 好不好？我是李冬慧，掌声，快，掌声。李冬慧第一次过我们的端午节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吃到粽子？有吃到粽子吗？我们有翻译。我吃过粽子。你吃过粽子？好吃。你有记得粽子里面有什么吗？你的粽子一定要吃到什么？好吃的是什么？哦，饭很好吃，就是糯米的意思就对了。所以你是喜欢吃饭的，哦？我喜欢吃。是哦，啊，喜欢吃饭，身材怎么那么好？跳舞。哎，那我帮你问一下，你一天跳几小时的舞？你有算过吗？一天跳几个小时才可以维持这样子吃饭，然后又是这样的身材？他问你可以。随时想要的时候都啊，随时想要都要跳就对了，这么厉害。那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跳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想个 solo 一起跳好不好？好 ，OK 哈，好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位同学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小紫。小紫，
小的外号叫什么？甜音精灵啊？为什么叫甜音精灵？爱唱歌啊？那要不要 Q 一下？等一下，但是我最近有新的绰号了。哎，你有新绰号？等一下，我没叫你唱歌，你就有新绰号？好，对，因为我最近工作的关系，我就晒成一个焦糖了。然后呢？就是焦糖小子，先不要甜音精灵。焦糖小子最适合来高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高雄妹都怎样哦，我们的肤色都超健康的，真的陪我一起当焦糖。对，你太适合来高雄了，那来高雄的场子你一定要跟上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不然你们乐天女孩的这个商演太多了，你要跟上哦。那你们要常常邀请我们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再叫邀请我们来到我们的未来室？要不要？要！掌声加尖叫声！你们喊有可能会哦，这个许愿成功哦。来，我们下一位同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韵。星韵，掌声。星韵是里面比较害羞的吗？会吗？有一点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旁边有同学说很多人，有点很多人在我们高雄，这应该是你们看过最多粉丝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给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这边不是只有台湾粉丝哦，听说有一个是海外来的。哎，那个海外粉丝在哪里？举个手。他说他从哪边来的？香港来的。来挥挥手。哎，现场有没有韩国来的？还是有韩国人在现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同乡的？啊？什么？才刚从韩国回来。好啦，一样都非常欢迎你啦哈。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现场哈，因为今天是端午节，对不对？哎，讲一个啦哈，我们今天呢很多朋友都很想要问一个问题是，你看我天气那么热，妆都已经花了，你们怎么保持这个妆感都不会花掉？有没有什么小秘诀教一下好不好？我的小秘诀就是要把它定妆定很厚。小心机，大心机，厚一点，但是因为你会慢慢掉，真的，所以其实到后来就是变得自然。哦，难怪你们每个拍，你们怎么拍，他们都不会那个露馅，都不会跑掉，对不对？要经得起你们每一台相机的考验哦。哎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已经买房子的，或者正在看房子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小紫吗？哦，你看房子，来来，我们麦递给小紫一下。小紫，你最近在看房子啊？你也有买房子吗？哎，小紫，你看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的房子最吸引你？我喜欢什么条件？我喜欢主卧室大一点。主卧室要大一点，为什么？我喜欢睡觉的时候那个空间是很舒适的。哦，那你想必是那个 queen size king size 的床。对。哦，要很大。对，然后加上我很喜欢下厨，所以我也会看厨房的条件。要看厨房。厨房是还有那个主卧室你最大的考量。对，没错。它还有呢？还有呢？现在就是多看看，然后多吸收一些看房的资讯。真的哈、那等一下你就直接带大家进去好好的看一下，没问题，自己就花落我们未来室好不好？好，以及我们的现在这个未来室哈，桥头下下角，大家赶快来看，大家赶快来哈。